那种情境。然后我们刚刚拍摄的呢，是我们B 男遇到同一个女生，所以他必须要营造一点到底谁是坏人的那种悬疑片的感觉，让大家在看这 MV 的时候，除了歌很好听之外，也可以让大家有一点思考的空间，到底谁是 A 男，谁是 B 男，谁是坏人呢？这就是这一次我们想要营造出来的一种剧情，可以让你们猜一猜，让你们对，反正就是一直在猜哪个是对，哪个是错。睡觉绝对不能嘴张开，嘴张开一定会有虫，会早餐都不用吃，莫名其妙都饱。我不想要一个人。看你力气有多大。来，换给你。贝弗利多。